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未成有声书系列。我们今天华子心语系列第六小项，我们来谈算是主的心愿。那是从我们最近的跟同修的交流里面，我们看到红银五里面那边第97页那边有一个风雨的一篇小经文那这篇经文看了我们交流以后发现到，哇不得了，这个是隐藏一个很大很大的天机在里面，也就是创世主弥勒圣人他知道他的弟子里面呢有一些要成就大事的人那这些人现在其实是被一些邪恶所欺负呢，隐藏在这个所谓的都市丛林中然后所以呢，等到有一天呢，当然会振臂高飞就是像那个鲲鱼变成大鹏鸟这样一振千里这样的一个描述的经文那我们因为感受到这个创世主其实一直在苦心安排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为了救度一些众生呢，整个救度呢，整个庞大宇宙天体呢，一直到现在眼前看起来就是在这样千秋普渡的这种救度众生的动作里面那许许多的弟子呢，也都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面呢，去发挥他们所长呢，用各种方式呢去讲真相呢，去证实这大法那在这种情景的背景之下，在2018年9月22日呢，这个创世主呢，弥勒圣人呢，他却写下这样的一篇呢。一篇经文小经文就是可以称是一首诗那也是蛮令人震撼的我们就先来读这首诗风雨不见卧龙有其事潜在山中风雨次邪魔乱鬼自得意一朝腾起蔽天日那当然我们从字眼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主要是在讲什么事情不见卧龙有其事就说这样的一只这个所谓的我们来如果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大法弟子那这样的一个修炼人呢也许有历史的这种安排吧那如果直接讲卧龙呢或许也许大家有想到诸葛亮或干嘛那我想这边主要是讲到这个类似我们讲到说能成就一些事情的呢那在历史上呢把这个黄河水星真龙出呢也有这样的概念呢就提到类似这种真命天子这是真龙真龙天子那其实创世主呢他在宇宙正法那人间的事情呢当然是有人间的不同的弟子在负责跟做事也许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过去呢曾经跟各位讲到刘伯温的百年一言石碑这个一言石碑里面虽然直接都讲到弥勒出生在赤头木城就是所谓的金鸡木出生在金鸡木呢跟释迦牟尼讲的赤头木城一样就弥勒将会出生在那里他是在木兔之年出生呢以木子姓李那这样十倍预言都能讲到这么精确的时候他后面却还有一段当然他这个预言呢这个预言呢其实上讲了非常多了包含这个弥勒下世以前在玉皇大帝那边大家这些神仙呢互相在谈论一些怎么救度世人的事情呢当然这个弥勒圣人也讲到他就传出他的三字真言自家的三字真言36世功法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当然这一个整个这个石碑的预言里面特别特别有讲到一个就是紫微座大帝哈，就是讲到类似的啊紫微星啊，那紫微星哎，也许就是说一般来讲中国的皇帝呢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被说是啊紫微星下凡哈，紫微星哈，好、啊，那真命天子哈、啊、也是这样的意思哈啊，真命啊真龙哈、啊、真龙天子哈、啊，这篇师父所讲的创世主所讲的这个卧龙呢，其实我想就指的这个啊，这个就是中华大地呢。哎，这真龙真龙出哈，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哈。那地之中有真龙出，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六部分石碑预言中呢，后面有讲了紫微座大帝，十方百国华轮回哦，燕生在道实现满华子归死往天国，回头者在地为人，在恨者同登十万八千世。而是弥勒佛从中灿然浅笑，地上华子遥闻天机，弥勒佛也不可说不可说哈。微尘啊，这个在弘传大法的时候做了很多哈、啊。我们成立了微尘工作坊、微尘国际文创有限公司的时候，我们微尘成立的时候就陆续的做了很多的图片，一直在参与许许多的展览哈。啊，办了办这个各种的讲座，我们在谈的全部都是创世主来的这些预言哈、啊，都是东西方在等的啊。这个弥赛亚、基督哈、啊、弥勒圣人哈、啊，啊，这个复活节中的意思的。复活节中的东方圣人其实都讲同样一个人，就是这个创世主哈，弥勒圣人，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师父哈。那这边既然讲到弥勒，又讲到紫微，那紫微就紫微大帝哈，讲紫微做大帝呢，事实上就是他现身了，已经完全呢掌握了这个人间的整个大局啊，所以称为紫微做大帝哈。那我们讲紫微星呢，就是真命天子那龙嘛，这个我们都称为哈真龙天子哈。那这里讲到卧龙，其实就是有高人哈，就是地之中的高人呢，地之中呢也可以讲出类似这样的。真命天子、真龙天子呢？其实哈啊，这个就是不见卧龙有其事，奇怪，这个也没有说做什么特别的大事哈。这个真命的这个真龙天子呢，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呢，潜在山中风雨次，事实上他是啊，这个隐藏啊。隐潜在这样来这个啊这个都市丛林中哈，那、啊、并不是讲说真的在躲在深山里面哈啊，但是这在讲都市丛林中，其实就像在山中啊闭关一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生活啦，接触到整个这些现在的环境呢，事实上每个人自己呢，一个人带着一只手机也好，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通常啊，事实上就很像是一个啊闭关的一个环境哈。那所以啊，师父特别讲到呢，潜在山中。风雨次呢，他、啊、就是独自的隐居啊，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呢，然后风雨次呢，他、啊、再这样，在这个所谓的酝酿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实力哈、啊，啊，风雨次就像啊，这个就是潜伏在啊，这个自己的啊空间场中呢，一直在吸收能量，一直在想办法转化能量哈。我们讲的这个啊，积大德里面呢，转化为更高的哈、啊、功啊，更高的层次的境界哈、啊。那这边的话，当然你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与世隔绝啊，什么都没有在接触呢，那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力出来哈。啊那就有后面的事情哈，邪魔乱鬼自得意哈，一朝腾起蔽天日。邪魔乱鬼为什么能够自得意呢？其实啊，他这其实是让都在欺负哈，在欺负这个所谓的卧龙哈，这个就是深潜在山中的这个卧龙哈，真命天子哈。那这个。创世主为什么他谈到这边呢？其实让很多的修炼人都不知道哈，他无法理解哈。事实上，有些弟子呢，他还被这些邪恶的这些啊系统给破坏干扰哈。事实上啊，是在酝酿自己的功力哈。
难以想象哦，这个所有打过来的这些这个攻击啦，这些所有污蔑也好，打压也好，事实上就是变成强大的功力哈，这个德都送过来了。那这个修炼的人知道哈，他知道如何转化这些德哈，成为自己真正的功力哈，就提升上来哈。这个就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修炼方式。当然修炼人层次在很高的时候，人间的一些东西是碰触不到的。我有安排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修炼人情中呢，这个还会这样，还能够抓到一些类似这个华丽来讲来攻击哈。否则的话，一般常人来讲，那个层次差距太大了，碰不到哈，碰不着都碰不着边了。所以呢，事实上这种安排呢，表面看起来就是利用这些邪恶的乱鬼哈，邪魔乱鬼啊，来打压这些这个卧龙哈，这个卧龙的弟子呢。那事实上，我想可能也不止一个弟子啦。我想如果说这个中国有九个龙脉呢，就是九条龙哈，我想这也是有可能哈。那全世界呢，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很有层次的修炼人呢，也准备跟着师父呢虽然是少数的弟子呢，要跟师父呢在法正人间哈一起做这人间的事情，我想也是有一定的素人啦。那邪魔乱鬼自得意，表示这些邪恶人呢，在打压这些真正的修炼弟子呢、卧龙弟子呢、这些真龙弟子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自己非常自满得意的哈。为什么？他感觉他已经还这个名义打坏哈。这个经济也这样，就是也不准人家去支配了哈。这个所有一切像中共的手法一样，在打压这个大华弟子一样哈。这个手法只是肉身这方面呢这个在民主国家还是不能动了。这边来讲呢，主要我想也是在谈到民主国家这边呢。民主国家这，然后其实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相关于我们一路走过来所提示的一些我们的视频哈，一朝腾起蔽天日哈，我们讲过这个就像那个庄子的那个一篇这个他的经文里面，庄子曾经特别写的这个之后那个坤仪哈。转变为大鹏鸟的这个故事哈，那个库尼讲的当然就是台湾岛了哈。那我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跟台湾或许也有关系呢？因为的我们也看到了，细细做了 data 哈。那我们除了前面跟各位讲到了六部文识别一眼呢，我们在这个主要图上呢，我们放了两个图哈，一个是推背图第四十四项跟推背图第四十七项啊，像四十四项、四十七项啊，这个两个都直接讲到中国进了圣人哈，特别指明到这个说紫微圣人会现身哈。那中国进了圣人，我们讲过这是两个圣人哈，然后在这个四十四项这边呢，这个主要是讲到这个紫微圣人啊。别的弓箭大家看不到他是谁哈，那个弓箭又代表台湾哈，弓箭代表台湾哈，所以在前面的这个第四十二项里面，汉美金哈，美人自西来，汉美金写往台湾，就讲到看到弓箭呢跟兔子哈，弓箭跟兔子啊，然后这个现在呢，中国进圣的时候，弓箭已经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这个第四十四项是师徒二人哈，师徒二人啊，这个其实真正的修炼者呢，他是相应自己的师父哈，心是融于师父的心哈。所以师徒一心扭转乾坤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哈，常常讲的一句话哈，这是只有真修弟子他才知道这个师父呢，他真正的心呢、心意呢所在哈，他能看出师父呢在这个讲法中呢话中有话哈，还有不讲不说而说的话哈，这个就是一个类似的跟随师父修炼的所形成的这种相应的状态哈。
所以在我们看到第四十四项中国经有圣人的时候，特别讲的是卑躬谦的，跟恭谦代表台湾，我想这跟台湾又有关系呢，就台湾出生的这个谁的中国的圣人哈。当然这个创世主也是圣人哈，但是这里就是两位圣人出来了哈。但四十七项特别就讲到这个年轻的这个人哈，就是紫微星了。那所以在刘伯温十碑一眼间特别讲到紫微做大帝，也相应的这个所谓的第一特别的第四十项，他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紫微星会出现哈。好，这个刘伯温的烧饼歌跟推背图既然都讲到啊，其实还有一个五佛百年瞻哈。五佛百年瞻呢，其实就讲到台湾这边，事实上紫微星在哪里？在台湾哈，所以台湾的很多事情啊，很特别啊。尤其在近期里面，为了让大家这个包含全世界都能知道台湾的存在，所以发生很多事啊，包含啊这个很多台风啊到台湾啊就跳开来哈，直接绕道跳开哈，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啊据说是这个所谓的紫微呢已经开始在弄一些事情了，所以有些动作呢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创世主的这个师父呢，2018年9月22日，他发了这篇风雨哈，他看到这个弟子呢，这个卧龙弟子呢，他在这个邪魔乱鬼的打压之下呢，还能够这样啊，能够成长起来，还能够这个他能够整个修炼的提高哈。好，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直在酝酿的后面的很多的大事哈，当然是全球普渡的大事嘛。师徒一心扭转乾坤之下呢，这个弟子当然知道师父的苦心，为全球、全宇宙的人类承担哈，宇宙的众生，为宇宙的众生，为宇宙的众生，包含眼前刚刚看到了人类的这些众生呢，承担到不可思议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解救哈，解救这些生命啊，生命回归哈。那弟子也当然就师徒一些嘛，就是全力的在准备这些事情了，准备了最后的最回归的准备，化证人间哈，好，或是在化证人间之前呢，另外一种哈的前面的救度哈。一朝腾起蔽天日的，当这个卧龙呢真正的站起来，他开始展开他的实力的时候，事实上天地间哈会整个炸响来哈啊！一朝腾起蔽天日呢，就是把这个天地间呢整个呢啊整个遮住了，就在他的整个大翅膀之下。好，吃上这个卧龙呢，这个紫微当然就是这样，就是慈悲众生的，他是修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是以慈悲众生救度众生为主的哈。好，他这个是也是写到师父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哈对待众生的一种信念呐啊。这个是慈悲的心念呢，这个是不可思议。我想创世主在历史上安排这样的一个弟子来担任后面要很庞大的救度，在这其中也吃了无尽苦，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深深海底行的过程里面呢，隐藏了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哈。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台湾的朋友也好，全世界的朋友大家都很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因为这个是被特别隐藏起来的事哈。这样的卧龙天子呢，这个真龙天子呢，真命天子，这样的未来的人类的这个也是这个救度了一个主要的主角呢，这样的紫微大帝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期待的事情啊。好，这个民间所在讲的这个紫微也好，或是这些外面的啊预言啊，这个是一般所指的很多东西呢。好，这个网络视频上讲了很多呢，事实上不可能跟我们一样哈。啊，就是因为很多不是真正的德华的大华弟子哈，他是看不到真相的哈，看不到真正的创世主。弥勒圣人或是紫微圣人他出现的情形哈。那微臣在这里呢，就是利用这些解天机的方式为大家呢啊点开一些谜底哈。
啊，这些谜题，但很多当然也需要大家好好的去找哈、哦。当然，在华正人间的时候，真相大显了，大家就恍然大悟了。只是在恍然大悟之前呢，各位呢，我能够得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得到微尘为大家介绍了创制主弥勒圣人的话，或者你看到弥勒圣人的画像，双手合十的礼敬恭拜，因此得下了一个德华的应验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各位的来历呢都是非常高的哈，都是天上下来，随着创世主一起下来的这些神哈，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生命哈。在近期里面，这些三界的神哈也看到了创世主要弘法了，弥勒圣人开始弘传他的宇宙更大，也昏昏下世哈。昏昏下世的时候，人体不够用，就转世到这些小猫小狗身上，甚至一些植物的上面哈。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些就是真实的天机呀、啊，真实的天机呀、啊。那讲到我们讲到推背图呢，讲到这个所谓的六分十倍眼呢，当然还讲到这个所谓的五火百人丹哈。那我们就来谈谈说这个创作组风雨这一篇呢，在2018年9月22日这样的出现的日期，那微尘也相应的去找到说，在2018年9月前后呢，到底创作组看到什么哈？他看到了他的弟子呢，他这个卧龙弟子呢，他潜藏在山中哈，这潜藏在这个这个都市丛林里面呢，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呢，隐藏着自己呢，好，那碰一次哈。轰一次就是只是酝酿自己的成就，酝酿自己未来要做事情，要前面救度世人的这些功力就是一直在酝酿，还有提前的布局了很多的一些前求普度救人的一些东西哈。那创世主看到了以后呢，随后呢就写了这篇风雨来应对，来应对。他知道他的弟子呢有一天会看到这篇文章，同时也知道说自己扮演的角色哈，也会挺身而出来做一些事情，也是呢间接的来鼓励这个弟子哈。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在查找，我想我们那时候就猜到可能跟黄河水清以后的事情有关系啊。因为2017年这个11月2号呢，就是关键时刻呢，他特别报道黄河水清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哇，黄河水竟然清掉了，黄河水清真龙出世呢，这个就是变成一件这个民间的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我们在台湾呢这些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黄河水清真龙出的事情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哈，我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图片哈。那这个做了这些图片其实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也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启示哈。就是我们有一天不小心呢看到了一个一位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他在谈这个，我们有一个台湾圆觉宗很有名的圆觉宗的华藏金刚上师呢，他曾经呢跟他们的弟子呢谈论到一件事谈论了什么事情呢？他说美国先知珍妮所预言1966年前后诞生的宗教救世主已经出生在台湾，此人将奉天意创立一个新的门教，将来全世界人类会陆续逐世归于此宗教。哇，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撼，非常震撼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卡片，这张卡片就是未来世界中的女球已经诞生在台湾了。我想有一些看到我们展览的时候有秀出这个展片有时候我们也寄给一些朋友哈，可以看到这个卡片哈。但是说实在的知道这个卡片，可是可能大家不知道，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宗派呢？但这卡片上我们引用了真理的预言哦，叫做人类的希望在东方哈，然后把刘伯温的十倍预言我们也放在上面，当然还有把44相跟47相的这个推背图也放在上面哈。所以这个很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卡片呢，其实上是在2018年呢在这个8月13号左右就被做成了哈。
啊，当然图稿先做成了，到印出来，我想也将近一两个礼拜。那后来我们也做一个视频啊，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啊，世界宗教领袖诞生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视频哈、啊。那这样的视频呢，事实上我们发布在呢啊，这个就是22号哈、啊。这个8月22号，2018年的8月22号哈，好22号，23号啊，跟23号哈，22、23这样哈，那将近这样就是相差于这个师父呢，这个风雨这一篇呢，川祖风雨的这一篇呢啊，大概一个月前哈。啊，然后这个视频就发布出去呢，哦，发布出去哈、哦。那当然，各位可以网络上一样可以啊查找到这个视频哈、哦。那我们会在这个下面的留言区，我们会把视频给大家好、哦、参考哈、哦。当然，各位可以回过头来看看魏晨哲讲到的推背图啦，啊，邵炳哥啊，刘伯温的十倍预言呢，啊，七许多的预言，事实上都会跟这个创世主，这个人类接下来的这个救世主呢，弥赛亚哈有关系哦，就是真正的弥勒圣人已经下来了，希望在等着主的归来，就这件事，人类的很多的劫难现在一直在出现呢，天灾人祸在出现，这个事实上就是像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讲的，就是说主的归来的对人类的大审判哈。那其实人类还有强大的未来的非常可观的未来的希望哈，因为宇宙城镇画面已经哈，在这个物质已经被讲整个城镇画面的特性被转化掉了哈。创世主他承担了一些啊庞大宇宙的业力的时候，同时在转化哈整个更新的宇宙，未来宇宙、未来世界、未来的生命的生存的世界不再城镇画面，一切都比过去美好到不可思议哈。那现在眼前呢，大家呢啊，在这个时空点里面，大家可能就会非常注目眼前的发生的这些武汉病毒哈、中共病毒的这个威胁哈，还有人们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啊，天灾人祸的事情一直出来哈，就是也都是整个天地之间的为人类的救度安排，在消人的业力哈，在消大业的过程里面，人类就会大觉醒哈，在这其中呢，给人类的机会呢，啊，会面见到创世主的救度，会看到真正的这个所谓预言中的百日飞升啊，庞大的这些修炼群人哈，整个修炼群的这些修炼弟子呢，整个百日飞升哈。然后留下的弟子呢，在神通大显之下呢，开始全球普渡救人哈。然后大家都会知道，一定找到的答案就是到底我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啊？其实都可以明白。那你也可以不用等到百日飞升，现在赶快的去看看微尘的视频里面所有的 data， 这个我们都把很多天机都讲到其中哦。当然，最终呢，最后呢，还是有介绍各位呢，这个看一个微尘的视频啊，我们为各位安排的一个视频呢，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紫微圣人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视频哦，它的点击率也是啊，我们这里边的视频发布里边啊最高的哈、哦，希望大家能够啊，在享受这样的预言呢，这些天机的过程里面呢，找到自己的回家的路哈、哦，找到自己啊是谁，我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哈、哦。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华子心语系列，主要是跟我们的塔罗弟子同修们来交流哈、哦，交流的。那我们讲到创世主的心愿呢，事实上里面就是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师父呢，创世主其实在历史上早有安排很多的事情，包含安排了弟子呢，他后面来化证人间的事情，包含这个有些弟子呢，他事实上他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啊，不是大家能够理解能想象的哈、哦、啊，这个就是也许他要成就的事情呢啊，不是大家能理解的。那大家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同修相处之间呢，千万不要排斥同修哦。
或者那个修炼路都会被堵上哈。这是创作组也曾经讲过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叮咛大家，给大家秀出来的这个风雨的这一篇呢，事实上告诉大家，其实同道法弟子中也有真明天子在哈。这个真龙天子在这个道法弟子中呢当然还有，我想也不止一位像修炼会长会长进入一个境界的人呢，甚至历史上安排接下来全球普渡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同修一起参与哈。那今天的创作者心愿呢，我们主要讲到风雨这一篇，师父在红云五里面呢第97页里面有这样的一篇的经文哈，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的。然后这个红云这个风雨的他这个下方呢，他佩戴了一个他下方佩戴一个女佛哈师父画一个女佛哈右手持莲左手普度众生哈，这个非常慈悲的一个女佛哈，这也是很特别啊。那当然97页也是一个启示啊，这个跟女佛也有关系哈。那当然在整个真相大显以前，事实上人类接受了一些消业的过程，都是一个好事哈。消消业的时候，生命呢更大清醒。那整个把业力消掉转为德的时候，事实上也在提升了我们每个人哦。那我希望的很多的同修呢都能够多多看看呢豁出来哈。多多看看微尘的许多的视频哦，这个创作者曾经为一个新入门的学员哈，你要来写这个大法呢那这个不是气功哈，那你要问的佛学的佛教的一些名词、一些典故啦、一些天机呢，那你可以去找微尘哈。这是创作者曾经在他在另外空间呢起悟了这位同修哈，这个新学员哈，就是你有什么在修炼上的疑问，事实上你找微尘就对了。那微尘今天把大致呢的个人呢在修炼上的体悟也好，在许多的语言上的这些心得，通通用视频的方式展现开来，然后经典中的解释呢，可以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不管你要讲《金刚经》《法华经》也好，《楞严经》很多的经典，《华严经》这个都可以看到这个微尘的视频哦。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各位交流啦，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啊，就是有这个卧龙的这样的大法弟子呢，这个真龙天子呢，真童的未来要做大事的这些人呢，在讲在蕴藏在我们中啊，其中啊，在我们这修炼的群体中啊，隐藏身起来，然后那些邪魔乱鬼染压之下呢，他还能怎样？他呢还能够自己呢提高自己增长功力哈。那这些邪魔乱鬼的打压呢他们非常得意的打压之下，殊不知道说这个就是给他送什么送德哈，给这位真命的这个卧龙天子这个同修呢送德。再让他这样增长的功力这个是也就是人间的安排表面看到的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正反两面这个创作曾经讲过，对于修炼人来讲每件事情都是好事，我们都也非常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依照长期蔽天日的这样的天机呢，也是告诉大家呢，事实上时间快到了，当这个真龙天子呢这位大法弟子起来的时候，神通大显的时候，事实上大家都会看到了，他会恍然大悟，也都会接受到非常好的帮助哦。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创作者心愿就风雨这一篇的经文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哦。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
Yeah.